到11日陪着女友来到摄影棚录制她以前主持的综艺节目，搭档阿 Ken 一看到超惊喜，安心啊也是对着纳豆又搂又抱，还热情邀请纳豆一同录制节目开场白。当代班主持人张立东尴尬提问，那我要站哪里？阿 Ken 一听直接把张立东推向场外，并笑喊纳豆来了，立东走了。纳豆则笑说不要这样，很感谢有张立东能来帮他主持。对于是否有机会提早回归工作岗位，纳豆认为自己目前的状态应该没办法这么快回归。除此之外，纳豆也借机告白阿 Ken， 表示这段时间阿 Ken 来找过我非常多次，他跟我是很多年的好兄弟，这个节目有他在我很放心，我也把这个节目很放在心上，因为可以跟朋友们一起主持。一席真挚的告白让现场所有人听了超感动，也期待纳豆早日回归啊。